那退休金应该高一些吧？幼儿园比一般的这个单位的职工要高一些哈。高一倍。高一倍呢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，咱们继续走胡同看北京。在走访胡同中呢，遇见了这位北京大妈。大妈呢，不但退休工资高，而且退休生活呢更是丰富多彩。咱们看看这位69岁的北京大妈，退休金呢到底是多少钱？退休生活又做了些什么？各种绳子，就是什么电线呀什么，然后啊，还爱蛇，然后社区，不知道是人眼睛部还是社区吧，反正给办好事儿，啊，挺好。你看装了这个吧，大家晾个被子、晾个衣服特别方好，便，干净还哎，结还特实，别整齐，还结实。这不错，是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哈，啊，这院里也没地儿晾啊，你进院看看去，特别挤吧？你看我看看，你看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？68。哎呦嗨，您今年是不是68了？对，哎，69。69，这出生的吧？哎呦，真是。是没发现，这是我家。啊，这是您家哈？没人。哦，就您一人啊？对。参观一下。正好，哎呦，还弄得挺干净的啊！哦，您这房子还不小呢，这是一卧室，这边一卧室，这边也卧室啊。哟，您这里还有这个洗手间呢。对，这大早上我这还要练琴。以前是老师吗？幼儿园的。哇，我感觉您像个老师。您这个整个格局挺好的。对呀。卧室、客厅，这儿一客厅，对呀，对，是吧？这个吃饭挺好的，自己是养着动物，没办法。您就是这个有伴儿嘛，养着动物是吧？有一个外孙子在这儿上学，在这附近是吧？凳口。哦，咱们凳口想着今天就回来了。啊，这都是他养的吧？对。啊，每个礼拜天下午回来，啊，哎，我下午走。哦，就等于礼拜五回妈那儿了，是吧？奶奶家，回奶奶家了。完了呢，上学时候就住您那儿了，您给做饭。对。哎呦，上几年级了？2年级。2年级啊？哦，您闺女的孩子是吧？对。啊，就一孩子。就一个。啊。这不是给他们拆洗。那您这也闲不住。闲不住，我这不是要擦那绳儿晾的。晾了衣裳，拆的，嗯，洗的炕褥子、床单、枕套。哦，行，有这么一个外孙子啊，您还能忙活忙活。老了，你说怎么办啊？老家活呗。对，这个幼儿园退休退了13年，13年了是吧？那退休金应该高一些吧？幼儿园比一般的这个单位的职工要高一些哈。对，高一倍。高一倍呢？那现在能拿多少钱啊？18000。哎呦，那您这个花不完呀。嗯，全给外孙子花了。反正给他们做饭也不用他们出钱，也不用他们管哈。对，嗯，那也挺好。可不是嘛，人有时候这个上了岁数，就是啊，为这个隔辈人花些钱了，就挺好的。嗯，我看您身体还挺好，凑合吧。嗯，这是我。哦，您是什么这什么选手这是啊？追梦，身体健康的梦。哦，哦，这您还是代言人呢，还真好。2018年的时候，我还是北京榜样，首都最美家庭，嗯，感动动画人物很多。是吗？这都挡住都看不见了。首都榜样是吧？行吧。北京榜样，那您是不是喜欢唱歌啊？我现在唱不了了，老伴儿去世以后啊，就不会说话。东城区，哦，双合格，好家长，好家长。哎呦，您这就是荣誉证书啊！你看，感动，这个是好人榜，好人在那里啊，中国好人榜，首都东城最美家庭，最美家庭，真好。感动动画人物哦，首都最美家庭，
啊，这是您上电视了。对，上电视好多次。你看登的报纸真好。哦，这个是聋哑孩子，我培养了22年、哦、考上了天津理工大、哦、我教会了他说话，现在结婚了哈、啊、已经有一个小儿子4个月了。这是外甥女儿。外甥女儿，我老公妹妹的孩子。哦，在河北农村，我把他接到北京4岁来的、哎，培养了22年，真好。你看，这个上电视、上报纸，哦、北京日报啊啊、这里边有我名字啊、哦，有这么多证书，这么多嘉奖。公安部，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。嗯、嘿，哎呦，遇见您真荣幸。以前一直就在幼儿园是吧？对，35年。哦，那就等于一辈子在做幼儿园工作哈。是哪儿的呀？我们是专门记录这个北京胡同。哦，就是宣传一下咱北京胡同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昨天发了一个啊，我给你看看。好，啊，米大姐吧？对呀、啊，米大姐是是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是吗？米大姐，你看周哥，这是我录的。啊，那你撞见本尊了？你碰见我了？就是我们。米大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周哥。我们都多少年了，住一个胡同吗？哦，嘿呦，真是跟您有缘呀，真想不到，太有缘了，太有缘了，您说说。哎呀，您好玩哎，这世界之大，你说这世界太小了，嗯，我就叫您一声王大姐吧。是吧？哎，这是我的名字啊，王平嘛，是吧？啊，真有缘。米大姐，坐一会儿吧。不坐了，因为我外头还一人要等着啊。我先接一下她。没想到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妈呢，跟米大妈是以前的老街坊，是好姐妹。特别是这位大妈呢，参加了那么多活动，获得了很多荣誉，真是北京的榜样人家。也是希望北京的退休人员呢，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对此您有什么感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